今天是我在土板的第四个早上，今天要去吊桥，然后还有参加结业式之后呢，就要回台北咯。在土板的集会所，是第四天早上的第一个集合地。等等呢，要一起去吊桥吃早餐。现在集合完毕，要慢慢的走去吊桥。一直到老人的这个照顾都有吼，所以劳委协会有非常多的业务，包含我们的交通，包含我们的医疗接车。还有我们的学生的南回奖的经历，去涂在你的这个被咬的猫被咬到的地方，它会舒缓这个疼痛感。吊桥怎么离集会所这么远？我觉得我好像走很久还没走到。很快就到了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就快。现在呢，在吊桥上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在这边吃早餐的地方。从这个吊桥上看下去的风景超美。为了拍这个吊桥的空景，我先冲过来拍影片，所以我还没有吃早餐。现在去拿早餐之后呢，再回来吊桥吧。Go！ 哎呀，我要去哪了？赶快！好哟，在吊桥上面吃完早餐了，现在呢要下吊桥往下一个活动前进。主办单位呢有帮我们准备竹子，然后大家要顺手拿一根竹子拿下去。我们现在从吊桥走到了河床，刚刚主办单位有提供给我们竹子，等等呢要去学习他们的渔猎，还有怎么做传统的乐器。那我们赶快去河床上面的集合地集合吧。像喝酒醉一样。刚刚我们在敲打树藤，这个鱼藤哦，等等可以用这个方式来麻痹溪里面的小鱼，就可以来捕鱼喽。
对对，就是那个穿。哦，这样把它打穿。其余的动作就是这样。把木砖冲进去吗？对，我们在削，把它削小一点。所以它是要变成有点像灵骨的概念。有点像，对。有点像。你们要放绿豆。嗯。感觉你们这里比较难。算是。我们那边已经结束了，真假？哦，我们只要把那个里面竹子的那个节穿豆跟磨平就好了，还蛮轻松的。对。你用多久？超久哦，你很棒哎！也没有，他砍了大概超过十分钟以上了，半小时。他已经进去了，进去了吗？对，先帮我外围。耶、yeah, ，终于，不容易啊！就是要画螺旋，就是啊，你两点去。更大一点。完成了坐乐器跟渔猎的体验，现在呢要坐货车回到各自的民宿去收收行李。刚刚去住宿的地方小小睡了一下，整理行李，现在呢要走到天主堂做集合，然后就要开始吃午餐。现在吃完午餐了，然后要去参加下一个活动。等一下4点多要去赶回台北的火车。这可爱的部落，我们下次见。来走。
哎呦，你掉车你！我好想大便，吃完早餐就想大便。你在吊桥上，到底在哪？吊桥上，便当想大便，不知道大哪里。有没有人要告诉我们，在吊桥上如何想大便的时候要如何大便呢？大便。我洗碗也在拍啊？没有吧？有啊，我有在拍。真的假的？天哪、啊！我洗碗。你们讲一下嘞，我这只是在丑。看他们家女生洗碗。哦，一定是。大合照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